哈哈哈 2.0 你以为你整到我这么简单的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直接来惩罚。不会放弃这题，进步了一点不代表可以绕口令。哎，这个正常人也很难啊。提问奇奇怪怪，发现可可爱爱。Hello， 大眼新推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者 Jackson。星座手账，你在直播里对发色和发型都很有想法，平时出席活动的造型是自己想法多一点，还是听造型师的多一点？都有吧，自然一点。如果是舞台的话，就可能为这个舞台而打造的一套服装；如果是颁奖典礼的话，那就对症下药吧。请安利两道你最喜欢的粤菜和上海菜给我们吧。蟹粉小笼包、咕老肉、咕噜肉、咕老肉。如果可以任意选择，20岁、30岁、40岁，你会分别生活在哪里？20岁已经没有选择了，已经过了。30岁希望北京或者上海或者三亚、云南。40，上海吧。假如你现在有一次旅行机会，想去哪？我想去回北京看一下我的家。心动放送，反应力考验2.0。26个英文字母中 ET 走了还剩几个？26个里面走了2个，不是24吗？但我觉得你们不可能问这么简单的问题。ET 走肯定带什么 UFO 也走了，是吧？18个，因为那个外星人ET 走的时候，他在 UFO 上面，他也带了一个 MP3 走。MP 也走了，所以就变成18。哈哈哈 ,2.0, 你以为你整到我这么简单的，是不是18？15个。为什么？因为 ET 开走了 UFO, 惊动了 CIA, 然后他们派人去追，还给部队配备了 GPS。好，直接来惩罚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直接来惩罚。猪的小孩叫什么？猪的小孩就猪小孩。猪。小猪。狗的小孩呢？小狗。那猫的小孩呢？小猫。小青蛙不是吗？等会儿，蝌蚪。五行当中，金木水火土，谁腿最长？没有腿啊，他们。金木水火啊，火也可以，水也长啊，腿长啊，火腿长啊 ，Come on。对了。哎，这个有点尴尬，因为你答回答对了，你也好像不是很聪明，但你回答错了，人家就怎么这么笨？哪3种动物加起来最高？哪三种动物？我不会放弃这题。风木狼马蜂，因为猪母狼马蜂。粉丝翻牌一，请对下列粉丝留言进行回应。隔离的时候有没有趣事发生？通常的那个房间的冷气不是只能调到16度吗？厦门的那个冷气我调到8度了，才知道原来它是没有这个功能。Yeah. 我的汗就像洗澡一样。如果有演唱会，穿一身八十光年的衣服会引起你的注意吗？想看加尔现场给八十光年配音，会，但是请你别，就真正常常的来，不可以吗 ？To Infinity MB 啊，就是那个。之后的歌会有粤语 rap 吗？粤语 rap 我不知道，哎，随缘吧，这个随缘吧。那上海话 rap 会有吗？是想听还是你们就是故意调戏我？随缘随缘。老实说，玩密室逃脱有没有害怕？玩这个对你来说有难度？通常去密室逃脱又要么就是跟 Team Wang 团队去的时候呢，没有那么害怕，但是他们比我更怕，让我也紧张了，你明白吗？因为我们整个团队里面都是胆子挺小的，所以就很害怕。还蛮刺激的，玩密室逃脱。如果加尔定制一个密室，想要定制什么主题的？未来吧，好像现在没有一个密室逃脱是做未来，有吗？有的话在留言区 at 我一下，我也想去一下。北京的新家装修风格是什么？整体来说，我是比较喜欢黑色的、咖啡色的、木头的或者灰色的。然后我对灯光跟味道也比较敏感吧。那你的新家有请景宝来做客吗？我都还没去过，怎么请他来？我有问过他，哎，我想自己
做家具定制款的，但是他帮我推荐的几位老师也是蛮贵的。现在普通话可以说得很标准，是跟谁学的，现在能绕口令吧？对，是好了一点是吧，进步了一点不代表可以绕口令。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租汽车司机。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租汽车司机推腿出，师傅在44科死什么？死色色西红柿色柿子树下锄出。哎，这个正常人也很难啊。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租汽车司机推腿粗师傅在44棵紫色柿子树下锄粗竹笋。又回了，我的中文又回了。请加尔再说一遍普通话的蠢齐王。蠢齐王不是蠢齐王，蠢齐王寻齐王，蠢齐王秦始皇。秦始皇，不要以为我一次蠢齐王，你不要就是这样念的嘛，广东话蠢齐王，蠢齐王秦始皇。哟，新言新语。之前小白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时候爆料了他和你用英文聊天的秘密，那现在你们聊天是一种什么状态？他有分两个类别的，第一个类别是真的是有事，第二个类别是我知道他说这句话是里面是没有灵魂的。最近怎么样？还行。哎，不错，我能分别哪个需要回跟哪个不需要回。把保护打在弹幕上。最近他问我，就是你31号唱什么歌，然后我说我的新歌啊，然后他说好，我熟练一下。我爱你，念给你。小白，我也爱你。小白现在会跟你说什么英语？有些时候他会，他会说，哎，这是什么 bro？ 然后我说 yeah bro， yeah bro。你们两个人后续有没有可能合作一首 rap？ 有啊，我随时看他。不是歌手，谁会喜欢听我唱歌？我觉得只是他一直以来不去做而已。只要他真的去发了这首歌，我觉得肯定是可以的。把喜欢打在公屏上。是你的导演的港风 MV， 故事和 Pretty Please 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是这样的，其实没有连接，只是它的主题是连着的，还是在80-90年代的港片的那个主题，它的故事内容也是不一样的，然后拍法也是不一样的。Pretty Please 更多是音乐剧的一个拍摄方式 ，Leave Me Loving You LMLY 是电影的角度去拍摄这个 MV， 但用的一些手法是现代的手法去拍以前的电影。听问下系列的产品颜色或者主题，现在有没有什么计划呢？我们听问的那个听问 Design 服装品牌部门呢？我们每年呢，我们会推出 collection， 我们叫 cookies， 然后中间的那些彩蛋叫 sparkle。cookies 呢，肯定会是按照我们品牌的 DNA 去走的，就是还是这个方向。但是中间的那些 sparkle 呢，会是五颜六色，也有可能是合作款啊，也有可能是做一些很奇奇怪怪的那种单品啊，就是你想不到我们会做什么的这样的一个 concept。加尔经常逛街被偶遇，被称为市民王先生，你知不知道这个昵称呢？我知道。对这个称呼有什么想法吗？因为对我来说生活很重要， feel 一下，然后闻一下，感受一下，看一下，听一下，就我很喜欢这种的。你不会猜到我在哪里出现。跟我们预计一下下次粉丝会在哪里遇到你。你家门口。请用30秒的时间为粉丝安利一件你最近喜欢或推荐的东西吧。小 tip， 女性男性都可以的一个，就是洗澡的时候最后才用洗面奶，因为呢你的洗发水啊，你的沐浴露啊，都会对你的脸的皮肤是有一点点的骚扰的啊，刺激。我说啥？早上起来可以吃一勺蜂蜜，这个对你的胃也好。哦，谢谢。不是吧 ？Don't tell me。小心一点，祝嘉尔今天生日快乐。谢谢。